是啊，对，没有错，我是陈小马。现在我准备去，先因为我在那个我们绍兴上虞区文化旅游风情街，因为我约了一个朋友，他叫滚滚，然后他现在在拍古风，然后我今天也刚好没什么事，然后我也来过来拍点素材，然后初次见面有点尴尬。我牛奶的浓啊。现在我过去了。你牛逼啊，阿巴青，那小姐姐，拍小美女，是这位吗？小朋友，你是否有很多问号？不是，你那小孩。我牛奶的浓啊。行，谢谢啊。因为我们本地人的话，只要身份证或者只要你有预约一下就可以了，然后预约好我们就可以免费进去。然后我现在过去了，这地方还是不错的，第一次来。你好。你好。我去找滚滚去了。太运气，运气上。这没问题。好。没问题，然后直接跑掉就好。哦，好的。稍微远一点啊。嗯，好的。好。扔。等一下，我没站好。老哥，你帮我扔一下呗。我扔不起来了。老哥，你去扔的高一点，然后跑掉就好。这很难扔啊！哎呀，扔的高点跑掉就好。那我就单独的扔一个。对。好。还有什么技巧？赶紧补齐，然后就可以拍你们需要的。毕竟我这个舞蹈我也有点头痛。那个，有一个跟你说的。一个、两个、三个、三个了。你说人手一只7200，人手一只7000，这个是不是？对啊，他这么可以上去吧？成功吗？没错。我老板哥。怎么不开窗？赶紧开窗，快点！我在路上。路吗？你画质 OK 的，头出来了吧？嗯，这个画质是 OK 的，但是我这个画质其实不好，我一直在改我的画质，其实不好。我这个是现在是白天，你知道白天你感觉，白天你是感觉 OK， 但是晚上是。两点。是啊。啊？等你啊，等你啊，一起再喝一点，再喝一点，喝一点，就别忘记我。奇怪吧，我现在怎么那么困了？140，现在跟我一样。然后你能比我惨啊？随便啊，我不挑食。我牛奶的浓啊。绍兴上边是可能所有区里面最穷的。绍兴啊，绍兴啊，毕生就是最穷的。好的，那我是在穷人上去了。我牛奶的浓啊。哎，有一条好像二号线是通到你们上虞的。对，还没到呢。就我家门口二号线。还没到。你们那个一号线。快通了。一号线。2022年。对，2022年才通。造了几年了？我那个二号线是通到那个什么地方来的？那个上虞那个什么地方？那好，二号线是通到那个对。上虞那个叫什么地方来的？东站。不是东站，往后脑。那个叫做或者推广的。那个。哦，我知道。离我们百花很近的叫什么地方？啊？哪？离我们百花很近的叫什么地方？啊，直接是终点，还是通到你们这边？不是，路过，这个叫什么？叫什么地方？还没批呢。
转能不能绕一下。但是说是这么说，这二环线一定要看到你上一个三区嘛，三个区连在一块。哎，很扯淡的这个。肯定会绕的，但那时候我们已经老了。龙女扮演那个。我想今年结婚，结不了婚怎么办？我倒结不了，结不了，为什么结不了？可能太穷了，或者太吵了，还是？怎么回事啊？缘分没到，你说怎么办？我也想结婚。婚嘛？啊？那你结婚嘛？我不做这种，去哪里玩一下，然后直接那没意思，这样没意思。我不喜欢婚礼，我还是喜欢顺其自然结婚。那你还找得到了？三十岁就找不到了。找不到吗？那就一个人吧。还是你找那倒贴的。反正谁也离不开谁，我也不太需要。其实没什么感觉，反正这个世界上没有谁能够一直陪着谁，我也不太需要。反正不需要，这个自己的台词。你做家务总能够够了嘛？这有点不够了。不交不交去找一下吧。啊，怎么有钱？反正我想着他之前你用的不是 iPhone， 用的是小米八一样子的，是吧？然后慢慢的，老子是我从小一点就是从他开始长起来，我是都一天天都看过来的。我是在默默的关注你。反正。现在你能从抖音干到钱了？都是头部 MC 公司。那个叫什么？幸福产品。幸福。抖音里面有一个是粉丝过十万，有个幸福平台的，专门分配任务的。什么？就拍摄任务嘛，有我得上桌。啊。我这个单子放到幸福里面，我今天要拍一个开业的。对，然后那个。哎，有他幸福会把单子派给一些达人。粉丝过十万的，然后技术好的达人有时候会接的，接的好，进行扣点费用，这个单子就派给这个达人。然后像这个达人如果技术不达标的，他自己做不到的，他会把这个单子线下就留到我们这种技术好的人来。辛苦啊！所以说，你到头来技术不行还是没有用的，你只能赚个中间价，还是只能留给别人。你看现在。